日前，演员麦迪娜在网上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两张外出聚餐的照片，她配文称：“十年没见的我亲爱的海丽节目老师，在她眼里，我还是当年一个人来北京学舞蹈的那个十岁的小不点儿。”原来麦迪娜是去跟老师吃饭了，而且是她十年没见过的老师，引发满满回忆杀。十年前，那时候麦迪娜才是一个24岁的小姑娘，还在努力为自己的事业打基础。转眼，她已经在自己的事业领域有了起色，而且即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。不得不感叹，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。照片中，麦迪娜挺着8个月孕肚，跟老师一同吃饭，状态是相当好，真的看不出是一个快卸货的孕妇。当天，麦迪娜穿着一身黑色服装，四肢纤细，动作灵活，状态超好，惹人羡。她披散着大长金色卷发，戴着红色发夹，精致的五官，面带甜笑，简直是美呆了。